现在是第一门考试，语文。考试时间2.5小时，试卷共6页，满分150分。考试开始后30分钟可以交卷。选择题用2B 铅笔涂抹答题卡。开始答题。这天，考得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别问了，爸，别给他压力。我刚帮我弟对了答案，他考得特好。对对对，明天还最后一天了啊，好好考。好。文科综合，考试时间2.5小时，试卷共8页，满分300分，开始答题。爸爸在香格里拉订了一间包房，把你舅舅啊、小姨啊、姥姥姥爷啊全都请过来给你庆功，好不好啊？等考完再说吧。这孩子，吃吃吃。距离考试结束还有30分钟。去去，晦气！来，转转转转。368分。泽天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万一能补救呢？啊，对对对，你好好想想，你到底是答题卡有没有填呀？你在说话呀你？